无私闲沙发床戏有备而来，害羞秀保险套勾鍾瑶。钟瑶和吴思贤、小月在三弟与东森周五华剧资的时代中一吻定情后，姐弟恋的各种难题接踵而至。从约会的第一餐，两人就因为经济问题出现摩擦。剧中，钟瑶坚持自己赚比较多要付钱，而小月觉得自己即使收入不如女友，但身为男人付钱本就天经地义。这段争吵也让网友觉得好像有点大男人主义，但小月觉得这不算大男人主义，只是比较传统。钟瑶则表示，只要是在尊重的前提下，男生偶尔大男人一点是好的。他也笑说，我也还在学习不要太大女人啦。